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教导，明白你的说话。要求你告诉孩子后，好让孩子会释放你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弟兄姊妹，好了，今天是我们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也就是整个教会礼仪年的新的一年的开始。教会这个礼仪年，从每年的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开始，大概就是通常都是在十一月份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家人赞同，甚至整个澳大利亚的华人会理公会对教会礼仪年的应用，主要就是每一个主日是什么主日，还有我们的起因经文。如果你们有留意的时候呢，我们过去一年的起因经文呢，应当主要都是从应该我们的起因经文通常都是从这个福音书的经文的。然后过去一年呢，主要都是选取自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年度应当是马太福音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用路加福音啊。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应当就是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些经文呢，通常大部分都是跟从礼仪年里边教会都会跟从礼仪年的教会都会选用的经文。就是说，如果你去其他跟从礼仪年的教会的崇拜，比方说天主教，比方说圣公会，他们的都会使用同一样的经文，可能是起因经文，可能是讲道的经文。好，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我们选自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到五节。这段短短的经文呢，其实是一个预言，就是说耶路撒冷将来的景象。为什么这个先知以赛亚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会这样子去说呢？那我们要去看看第一章的背景。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的先知以赛亚呢，就是预言上帝将会责备还有惩罚这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叛逆上帝，让上帝不喜悦，上帝就需要去毁灭以色列。所以第一章是一个让以色列人很畏惧很恐惧的预言。所以到我们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来一篇安慰以色列人的预言。这个预言让以色列人去明白，虽然他们将会面对灭亡，对未来还是有这个盼望的。我们先看第二节，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原来在这个地理位置上边呢，耶路撒冷是比其他附近的地区高一些的，而新殿呢，就是位于耶路撒冷城里边最高的地方。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去明白这节经文所说的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年。我们再想象一下，假如所有的信徒从西方八面来到圣殿的景象啊，这样子就好像经文所说的
万格都要流归解散。好了，第三节里边，就应当就是这个从第二节万格都有流归解散的言书。这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很有趣、很感动的景象，就是有许多的民族前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去耶路撒冷其实是他们以色列民族的，他们自己应该是他们自己才可以去的嘛。但是这里说有许多的民族可以去耶路撒冷，然后就是说上帝的救恩不单单是给这个以色列民族，外邦人也是有分的，大家互相的邀约一起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圣。我们必须留意的就是他必将他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在这里可以看见上帝将他的道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行走他的路。教导我们跟行他的路两个是有关联的，有 connection 的，并不是说我们一米的一边就是单单的去学习，然后我们不用实现上帝的教导。我们有很多我们都信耶稣很久了，也很勤力的去教会去崇拜，我们也听了不少的教导，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将所学习到的道实践出来呢？听道的目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实践上帝的教导，所以我们需要听道，也需要行道，这样子别人才可以看见我们的生活的渐进。我最近也听了一个讲座，那个讲员说现在犹太人的拉比，我们对犹太人拉可能对犹太人的印象就是他们很注重这个经文怎么去很严谨嘛，但是其实他们应该是对他们的生活比较严谨，但是对经文呢，他们解释呢可以比较 flexible 的。然后其实在恩师说，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呢对经文的解释呢非常的严谨，很紧张每一个细节的每一个字的解释，错一点点也不容许。但是我们生活上边呢，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跟从经文里边的所说的话。当然就是他说犹太人拉比所说的话其实是暗示，就是说我们犹太人比你们基督徒好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要需要反省啊。我去了哪里？好了，第三节最后的两句，因为召回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这里这些表示真经的教导是出于上帝，指着上帝的教导我们才可以通往天国去。上帝的教导就是一个唯一的途径，让我们可以进天国。第四节告诉我们，上帝才是最后最终的审判者。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不论人与人之间，隔跟隔之间都有许多的纷争。我们看看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紧张的关系，
又再看看南韩跟北韩之间的紧张的关系，还有现在还在战争当中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不论是人还是国，每一方都有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很难去说谁是对谁是错。从表面去看，这是好像就是谁大谁恶谁正确这个样子，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最终必会审判，在我们将来一定不会再有这些紧张的关系，我们不再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和平共处，人与人之间也不会再有歧视。第五节是这几节经文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提醒，叫我们在上帝的光明中行走，不要再在黑暗处行走，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步都要跟随上帝的路，不要做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人。我们也需要互相的提醒，这条光明的路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一个去走的，我们也要邀请其他信徒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信仰这条路绝对不是孤单的，是我们信徒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的守望的。降临节这个节期是提醒我们对将来这个充满喜乐的国度长存盼望，但是我们要记着，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上帝的新山，在属灵的角度，我们仍然流散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人被困在忧伤的深渊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的前路还是充满障碍，他们还在这个充满障碍的路途当中行走，有一些人可能一直在森林当中打转，找不到出口。无论我们是哪类人，这些情况很容易的让我们失去盼望，放弃盼望。但是当我们愿意停下来单单注视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应许之地。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这个带有盼望的应许，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也给其他的外邦人。当我们身处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留意谁是我们的邻舍，谁需要这个盼望？最近我去上了一个课程，是有关于这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课程。在这个课程里边，我认识了很多关于原住民的历史，澳洲白人跟原住民的矛盾。在这个学习当中，我深深的体会到原住民所受的伤害。我们作为移民，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原住民的问题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原住民跟我们的距离很远。除了我们去游客区可以看见一些原住民的表演，几乎好像我们平常都没有机会看见他们。澳洲人跟原住民的矛盾，应当就是那些白人的黑暗历史，跟我们这些华人的移民应当没有关系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些是他们澳洲白人的黑暗的历史，但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在享受这些黑暗历史带来的好处。这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土地，也是他们白人偷来的土地，原本都是属于这些原住民的。根据 Black Town Council 的资料啊，在去年的统计，我们教会所处的 Seven Hills 大概有2%的原住民。当我们常常说上帝爱世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可以将这个爱带给这些原住民，去服侍这些原住民。今天经文里边提到上帝大有盼望的应许，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也给其他的外邦人。那么原住民也是外邦人，他们也应当是包括在内的。基于过去的黑暗的历史，要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带给原住民，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以前的澳大利亚政府强逼带走原住民的小孩的时候，教会有参与在当中。当时的澳洲会理公会也是其中之一家。澳洲白人跟原住民的矛盾不容易解决，但是我们华人移民没有这个包袱，我们可以尝试去接触他们，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要感受上帝的爱。我鼓励教会可以放眼更大的社区，除了华人以外，也包括这些原住民。教会可以去跟一些原住民的组织联系，服侍他们，建立关系。另外，我也鼓励教会学习现在很多英语教会的举动，在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祭借原住民还有他们的土地，这是一个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一个互和的开始。就好像我们获得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又说谢谢一样。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就是没有一家华人教会有这种对原住民的祭奠。但愿在恩堂可以成为一个先行者，带领其他的华人教会从祭奠开始，慢慢的跟原住民建立关系。雅各教，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们都在跟随上帝这个旅行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步伐都不同，我们有一些人走得比较快，有一些人走得比较慢，但是我们都要在上帝的光明中行走。我们不用刻意的去特别的地方，或是一些所谓的圣地，上帝的光照在我们的路途当中，我们只要跟随上帝的光，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都是特别的地方，也都是神圣的地方。让我们把上帝的光带到每一处，包括一些被我们遗忘的全体，
特别是那些承受苦痛压迫的原住民群体。阿门。